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谈论什么是幸福。穷人说：“我现在就很幸福。”这个富人看着这个穷人的毛舍、破旧的穿着，亲密的说：“你这怎么能叫幸福呢？你看看我的幸福。” 我可是百间豪宅、千名奴仆啊！有一天，一场大火将这个富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，千名奴仆各奔东西，一夜间，这个富人沦为了乞丐。盛夏酷暑。 这个汗流浃背的富人变成乞丐了。他路过认识这个穷人的茅舍，想讨一口水喝。穷人端来一大碗清凉的水，问他：“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啊？”这个乞丐眼巴巴地看着这个穷人说。 幸福就是此时我手中的这碗水呀。其实幸福本来就是现在。台长教你们一个思维的方法，只要把每天的平安串起来，串成一个幸福，你才能有一生一世的。 幸福和平安呐、啊！那些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的人，总是用沉重的欲望来迷惑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够，还总是要。台长告诉你们。 人不能总是看到你还不曾拥有的东西，学会知足，学会珍惜。要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，你就好好的去珍惜它，去爱护它。这个就能够让你拥有这些东西的一切。 学会欣赏自己每一天的平安，每一点的拥有，你就不难发现自己竟然活得这么的幸运。看到别人的烦恼，你应该感到知足。阿拉伯的王子，三十三岁，他拥有人间一切的物质。 但是他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生命，而我们虽然没有百万家产，我们没有人间的一切，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人间最宝贵的生命啊！